塔是镇压龙的，塔是镇压龙的，所以说呢，这两个呢就是东西寺塔，哈，东西寺塔，龙在哪里？龙在水里面，哪里？以前有水这里，以前这个地方是湖，这是滇池，就是到这边来，以前皇宫啊，应该懂。那你们看那个塔尖上都有几个好像鸟？